Harry， 他感受了爱，他也付出了爱。当他把鲜花送给别人的时候，是他自己首先闻到了花香。下面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弟兄，可以说神在他身上行了一个神迹。只有耶稣的爱才能让一个浪子回头。哎，说着说着他就来了。我记得当时人们称我烂赌徒，真的是烂赌啊。为了赌博，我卷走公款，偷母亲的钱，没日没夜的赌，赌到工作没有了，赌到老婆没有了，不，我的意思，老婆跟我离婚了，赌到身无分文，只有母亲肯收留我。为了赢回所有的钱，我又偷了母亲的信用卡去赌，全部输个精光。母亲流下了绝望的眼泪，说他再也不想见我。我也下过多少次决心，绝不再赌了，绝不了。可是，一看到赌场巴士，哎呀，大哥，我腿就痒了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谁会爱这么个烂赌鬼？谁敢来拉这么个烂赌鬼一把？谁能救我？我想起十三岁的我，也是令人头疼的孩子。学校老师最后把我送到角声青少年室中寻求帮助。哎，我还真的好了一点儿。我还记得角声颁给我一个进步奖，我高兴得不得了，因为那是我一生中得到的第一个奖。小生的爱心鼓励让我知道，我也是神的孩子，我能变好。然而，我已经离开神太久了，我这么个烂赌鬼，神还会要我吗？我还有机会改好吗？我想起了角声的叶牧师和梅姐，他们曾经帮助过那个青少年的我，他们还肯再度帮助我吗？我战战兢兢地去找他们。哎，叶牧师和梅姐很高兴，他们为我祈祷，叫我回教会，回到神的面前。教会的兄弟姐妹们欢迎我，用神的话语鼓励我，我真的很温暖。我记得在一次祷告会中，诗篇第139篇触动我，那是我少年时听过却没有记在心里的话语。耶和华呀，你已经检查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您都知道，您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。我行卧，我走路，我行卧，我躺下，您都细查。你也知道我的一切所行。我若升到天上，您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榻，您也在那里。原来我慌乱糊涂的转了一大圈，神全知道，但是他并没有放弃。原来在神的眼中，我也是他宝贝的孩子，我仍是个有用的人。神要洗净我的罪，让我成为新造的人。然而，戒赌不是件容易的事啊！我每天祷告，求神
远离赌博，给我力量战胜试探。大魔鬼说：“烂赌鬼，来来来，拿这些钱去赌一把吧！啊，来吧。”这时天使就会提醒我：“看，你在做什么？你还想赌啊？你不是告诉过上帝你不再赌了吗？你不是告诉过夜幕士你要去印度帮助贫困的孩子吗？”但我会说：“懒惰鬼，赌吧，你还有机会大赢一场。你忘了你赢了多少次了吗？”来吧。这时天使就会提醒你，就会说：“看，你不能再赌了，主在天上看着你呢。”在两股力量拉扯之际，一句经文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：“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”是的，戒赌在人是不能的，在神却是能的。我不赌了，再也不赌了。我叫 Ken， 我不再是个烂赌鬼。我跟随夜幕士前往印度，帮助穷困的孩子，让他们有受教育的机会。我做义工，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。神改变了我，神也能改变无数失丧的灵魂，只要你肯来信靠他。是的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，必得着世界的光。天，我恭喜你终于戒赌了。谢谢。